许昕暴露喜剧天赋场面。场面一，这次的比赛是你，你的很厉害呢，能不能来介绍一下这次的比赛？你一见很想很期待就得到我的善意，你期待的善意一见。你想你觉得你可以你能这次的比赛？我觉得评价一下今天的比赛。我觉得首先这个主持人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上坤还是打得非常好，上坤今年在心态包括最后的技战术环节的果断性上要比方博要好很多。可能我的对手稍微差了一些，因为主持人受伤的缘故吧，我觉得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也不妨碍今天这个比赛第一场的这种最有观赏性的一场吧。场面二，我说不行，你把头抓起来。比赛的时候让他必须把头型得抓起来立起来，然后这样看上去精神状态更好。你过去那头型呢？你得支棱起来呀。他的发型如果说没立起来的话，对你有影响吗？对你发挥有影响，不够养眼。就首先得帅。头发怎么？我说我又没给你打分，你给我提什么要求？你那眉毛怎么回事？没按我的剧本走。节目，你也没按我的剧本走啊？还跟我提要求？你看完了，也提很。一抛球我一看，齐刷刷那几个大黑子，你妈！好吧，没汇报，这个是不是没汇报？应该汇报吧。我来自拍一张。什么招都没有了，一来来了另外一个人了，刘春妹妹来了。看有点新鲜感。许昕啊，天真乐观，妖风化老，会进入演艺圈吗？不会，因为太复杂，因为我去那就是一张白纸。场面三，完了，就这。就这，下次看看金星秀，学一学问题。Nice。我没啥说的，你说一说，今天打最好双打单打。你别给我录啊！我告诉你，单打。单打。看谁把谁抱了。这几天你的朋友圈是不是都刷到国乒三剑客了呢？在国乒界他们是传奇一般的存在，各个神怀绝技打遍天下乒乓手，吸引了不少迷妹。他们不仅是国乒三剑客，更是搞笑的三人组，他们聚到了一起，像极了地主家的三个傻儿子。你不知道风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不知道时光背面的我思绪踏过星河，你不知道雨的凉薄，不知道被打湿的沉默，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捧的角色。从没看过自己能够在有情遇见你上了色。会员吧，你弄点会员。在澳大利亚里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呢？袋鼠吧，袋鼠。拿来吧你。其实前两天这个训话给大家一种感觉，特别狠。其实还有更狠的。有啊，那次打比赛打第一，还给我说了一句，说天天嘻嘻哈哈，他摇头晃脑。恭喜中国队又一个卫冕冠军，但你们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是不是因为太累了呢？
樊振东、马龙、许昕。他摇头晃脑的。什么我常玉六。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看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不彷徨，我想不迷茫就不迷茫，还有什么比这让人更膨胀。我张继科一个许昕，然后再往下就是李昕，高头我忘了他才允昕他不行啊。你问他什么他都想得分，这哪儿都是紧张了还拉丢了。我的又一次未免的关机，但你们看起来好像太高兴，是不是因为太累了呢？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我们心里高兴怎么样。我想不彷徨就不彷徨。常玉七。 I'm super happy and I think this was a fantastic matchBut I was a little bit under pressure, and also I put me, myself, people, and the audience here on nerves. What was the celebration mean when you kiss your backhand? 你那个庆祝动作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也许我的手不一定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也不一定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但我相信我的这只左手应该是最有创造力的。Well, maybe my left hand is not the most powerful hand, not the most capable hand in the world, but I think my left hand is the most creative hand in the world. You were 0-1 and 4-8 down in the match, but finally you managed to come back and win the victory. How could you manage that? 一开始你0-1落后，然后后来呢又4-8落后，最终你取得的胜利，你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是不放弃吧，我觉得我们在大比分2-0领先的情况下，我应该去放手一搏。哪怕这场球我输了，我相信我后面的两个队友也能会赢下整场比赛。所以自己在落后的时候也是给自己下了一个强心剂吧。我希望能够自己在场上能够更释放一些。I'm just a little